有我的期盼，离别了家乡的伙伴，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。最近比较乱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女儿像流产，结果等于失散。我问老段说怎么办，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。我最近比较烦，比烦也比烦，我某天喝饭到来一起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，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标杆。Thank you.